啊，你讲欧令油嘛对吧？我老婆欧令油，你提到嘛？哎，看什么？油应该来无来，可能。我都未老。我无炸，我应该嘛未炸的。学员长。我来伊也做实习嘛。这教工。哎，闺蜜，我来伊也做实习嘛，最近。对呀。因为你刚问他。也有潜水课。你的代志签体，全部啊！哦，你全部来，来来签体，再签签，时间我会报下去。啊，无两位大家等过。两位会。感谢感谢。啊，如果要吃好的，就要放起来，只要放桌上，大家都可以用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无线电炸了，你看没有啊？哦，实习生被处理了，这个到底在这里啊？不然，等你有人会处理。
这边花都木洲要，待会你先下去滑一趟好了。OK， 你要下去。啊，我、okay. 可以跟着去，没关系。你下去坐过吗？你要坐那个坐这个好了，坐这个坐这个啦。啊，滑跟着他嘛，也要鼓。对了，啊，因为机动椅啊，机动椅，一个机动椅，过机动椅，过机动椅，这里啊，没有。这么厉害，我去环岛，环岛够了，这样有经验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上去。不是的，我怎么一起上去就变主？他背我啊。哎，小妹，你过来的时候什么叫到边？你那边是应该是到边，写到边。上台那一台吧，啊，我们上次那一台吧。对啊，上礼拜那一台，有时候它是可以有加的不够，先把水弄到胸口上，一般的不能有去加。有游客，好，左脚，左脚。
大哥，我们要不要看他们那个超人一下？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等一下我们要过来。我注意有人没有人。我们是不是陪着他们用滑的？好笑的就滑一下，不行，你这不是被人滑的，这是因为刚才被出来进出的时候，因为两只桨不一样。对对对对。他们那个是专门在前进的桨，啊，我们这两个就是只是那个靠，要靠岸用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怠速就可以了嘛，哈。对，慢慢的。像这种，他们可以滑到多远？可以滑很远啊，可以渡海峡都可以啊。这会不会很危险？那个不会啊，不是，昨天才有那个什么野菊花那个十八个女生吗？环岛一周啊，就用这种是吧？加起来了。请问我们橡皮艇只有这一艘是吧？我们有两艘。有两艘吗？哈。没有，我们有四艘。四艘的。在仓库里面。哦。是。抓差不多，一抓八杆子。哦，你八杆子抓。我几杆子？这个才八杆子。我几杆子？我到了。啊，你就随便一搭就可以走了。